我把一路走来破碎的都装成箱，奇妙的是，送给你的那一刻，风中开始有光了。最近过得还好吗？你在哪里孤单着啊？是否有听到我的呼唤呢？还在一个人撑着吗？你看着生活那么复杂，会不会偶尔想逃避一下？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坚强，在默默地背负那些辛苦吧，不想要和你说说话，不知道这样可以吗？你面对很多迷惘，甚至没有人会记得我。